看你甲罗安姐、佮罗彩英相处无任何改变。你即马老老实实讲清楚，你是安怎安搭罗安姐？安那无伊绝对无可能替你安看你无像面具的代志。除非你是咧怀疑我，是毋是因为这件代志，我来特地反背你，决心我去罗家一边，甚至我甲安姐讲咱的关系，我连报仇计划。你到底讲话是？应该讲我拢讲啊。什么叫做应该讲我拢讲啊？除了我讲出我是你的亲人后生这件代志以外，我连面具阁换了这件代志，我嘛讲啊。你真好胆呢！我无其他的选择。爸，安杰是单纯，不是戆，为了重新得到伊的信任。我只要对伊讲出，阮细汉时阵，阮拄着黑暗，开始解说。我甲伊讲，黑暗为幼儿园夺走，美姑为了要留我发生车祸，一直到今嘛阁昏迷不醒。美姑是我的姐姐，因为我感觉对伊亏欠，所以我就骗伊讲，一直到我付袂出美姑的医药费。迄时阵你出现啦，你摕钱，跟我交换条件，最后我答应你，去罗家继续弥补。真个，你甲我讲出来，代志就用提个理由哦。我讲其他理由，就算罗安姐啊，伊听你编的故事了后，伊嘛无可能大发慈悲。我你留在罗家继续接班伊二哥啊，所以你是不是甲伊已经交换什么条件，甚至你已经答应，你要亲手除掉我这个威胁，然后用个证明给伊看，你的心已经歪向罗家那边啊？爸，我讲过。不是要杀人计划才能解决代志。今嘛，若是我无选择，你嘛同款。所以希望你来配合我，点做会到。我配合你。爸，在决定的时阵，我记得对我讲过，你无一定输我这个给你。但我心内一定真清楚，我在这个局内面到底有偌重要。我若是罗阳这个身份，要对付罗彩英，就无遐尼简单啊！一定是要重新布局。爸，敢阁有一个另外一个40年的时间来重新计划？你即马咧威胁我？你无遮尼重要呢？我爱你亲身去恢复陈家过去的公益。我爱你，替恁阿公讨回公道。我爱你摕回陈家所有一切，是因为我希望你身为陈家的子孙，你感觉骄傲。啊，若无，我会当对罗安姐安尼，我赶快用这个方法对付罗家每一个人。我安尼做主要是要让大家用个专心力体，别老鼠尾，知影无？爸，我真清楚啊，我身躯内面。老的是陈家的血，陈家咱早一日会有过去光阴，这嘛是我的心愿。即马计划已经行一半，我所想、我搁顾虑的，就是早一日完成任务，保你的周全。所以爸，我真正需要你的配合，一定做会到。你会当安怎？我对你安心嘛？我拄则应该无看唔到，迄个人就是陈忠信，伊绝对是知影我也无代志，才会走来找我要算账的。
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向陈忠信表明我的态度？先确定因是不是有伫个内底好啊？安姐，你现在做啥？啊，心雨，安姐哪有可能去替我讲？对，我有代志袂去甲二哥讲啊，然后今日伫个休困去甲伊吵着，所以伫个中途是毋是应该离去？而且医生嘛吩咐过啊，爱伊好好休困，空喙才会赶紧好起来。你对文瑶真正是做大心的呢。听讲你跋倒啊，无代志吼？无代志啊，啊就安泰归工就好啊。既然你就来啊，无做伙入去看呀。所以，拄才是我看唔对啊，迄个人毋是陈忠信。看起来我听讲出声警告，干爹甲小雨拢有听到啊。文瑶，我来看你啊。嫂，安姐，你要回来看我？安姐哦，住伫门口口伫咧丢毒啦。我想讲，伊是毋是想要入来看你？不过佫惊讲会交叉着你，所以我归去替做决定。叫做会入来啦，安姐，你哪个早顿来看我？我袂去甲你讲，爸较暗才会甲新办好的手机啊摕来，你着趁钱嘛好好休困。好，好啦，多谢。你搁专工坐顿来甲我讲这件代志。好啊，我应该讲拢讲完了，我们来走。我先去买早餐。安姐。今日当请你先入啊，我有较着急啊。哦，对啊，大嫂，你等一下还是赶紧回去，好好倒嘞，卡免让哥发现你这个应该好好倒的人死去白白走，那安尼哦，一定会甲你两个臭头的。好啦，我知影。那安尼，我先走。干爹，你有没出来啊？拄只刚才反应紧，啊，若无罗汉杰就发现我，是讲总管互伊看了我嘛不要紧啊，小雨赶快活到最后。只要把我警出来，把这人拢扫给我，伊就无代志啊。好啦，干爹，卖讲讲啊，你这样算啊呐？为着要替你转移焦点，卖给我罗家的人抓你一拍。我连和罗家峰，还有林子倩困在会计的部署拢用完嘞，我唔得好加载。最后小雨是平安回来，啊那无我下几日真正是做唔得嘞。金宇啊，我那日林子倩起冲突，只是超过一了代志，不要落个规个乱去。你的目的是要争取时间，让爸欢迎。是啊，干爹你看啦，我两个为着你，一个已经坐伫轮椅顶面啊，啊一个摆脚开手，这下你会当卖阁客气啊无？为了要有安杰重新信任我，这是权宜之计，所以我一定要照顾伊求援。好了，你怕是没安怎做，
现在金鱼用在第一车，你直接讲清楚。爸，现在老家所有人手头拢有一部分用新集团股份，我跟罗家峰有5%，我听讲王金手头甚至比我更侪股份，只要我当想办法说服伊来支持我，你想看卖？你要给用新集团提落来，嘛不是这么困难的代志啊。这部听起来敢袂歹呢？那你干爹你以后就免开遐尼侪钱，伫咧收购永兴集团股票啊？这就是借力使力，总比老牛拖车搁较有经济效益啊！继续讲。代志发生，时间拢掠到足拄啊好诶，而且马甲大嫂嘛马上就找到饭店诶房间去。就连志翰嘛做伙带过，主要的人一个拢无落高，若是陈中心做的，伊是要安怎甲厝内底的状况掠到遮尔啊准？所以我认为，这件代志上有可能是大嫂做的。其实，我嘛是安尼想过。啊！不过真正找无理由，想怎经营安尼做啊？我的心拢一直在伊迄边，而且伊即马巴肚内毛阮两个囡仔，伊不知出事要创啥。哥，你的爱当然无问题啊。啊！不过我是要安怎甲你讲，大嫂其实有精神出轨。既然你跟我有同款的想法，我想要听看卖，以你角度来看，你要怎解释？应该是吃醋啦，而且大嫂现在有心无安全感会更高啊，社会新闻不是常常在报什么红妻探某有心的时候出轨，我想大嫂应该是想要利用这次机会先把您教好乖，这样整个运气才不会提心吊胆啦。不过这也是我自己在想的，目前也没证据能证明啊，所以我认为是相识的这件代志的，咱就快速办事。即卖上重要的是先让子倩姐还有志翰知影，你并不是跟妈因同款，明明是子倩姐做的。好个在有你站我这边啊，那么今天你要规工是来足不准的。代志总是要面对解决啦，那么咱先去找子倩姐还有志翰好不好？当然嘛好，啊，不过参像你讲的。即马咱并无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代志甲金鱼有关联。咱若即马去讲出来，干了代志变甲愈来愈复杂尔。我看安尼啦，咱到遐时阵，咱先莫讲到这点啊，好不好？我无可能甲桂怡犯同款的错误啊！我罗家峰100%相信，你林子倩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不过，你无对我的指控。金鱼公是我把伊杀落去的，安尼你阁有法度信任我？无唔对，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。那恁是不是会当赶紧去阿妈解释清楚？真是袂用的啦，若是无证据，干那用讲的，毋是无可能相信的。刚刚爱继续安尼，继续安尼问嘛？啊，今事话办，总是需要时间啦。我知影你是替我着急。啊！不过今摆恁爸愿意相信我，我就毋是一个人去面对。伊讲了也无唔对，这个代志较复杂，爱一寡时间才有法度甲真相查出来。我了解。啊！不过今摆我嘛是无想要登记出来，因为我无想要看到阿妈就开始受惊，我嘛想要加一寡时间陪妈。无问题啦，厝内底迄边就交我去讲，伊就暂时陪你妈住。啊，不过你还会记哦，还是要去学校，知无？小姑姑，多谢。